这天，王鹤棣驱车来到一处核酸检测点附近，他身穿一件咖啡色卫衣，搭配同色系毛线帽，特意戴了副墨镜，让自己更酷一些。下车后，王鹤棣一边走一边给人发送语音信息。来到队伍末端停下脚步后，他转为码字发送文字信息，打发排队等待的时间，投入的只在队伍向前移动时才抬头看一看。这时助理拿着相机来到他身旁，实时记录起日常，当他跟随队伍前进时也随之跟拍，就连进行检测时也拍摄不断，真叫一个敬业。终于轮到了王鹤棣，他出示预约凭证后，拿到检测所需的一次性取样容器，立即来到旁边的取样窗口前。医护人员刚从他手中接过小管子，他即刻拉下口罩，张大嘴，慢慢的将双腿岔开，降低身高，直接来了个45度角劈叉。等医护人员取样完毕，他才将双腿收回，直起身子，利索的戴上口罩，望向镜头，恢复酷盖一枚。随后王鹤棣拿出手机继续回复信息，不过他的脚步未停歇，在助理的一路跟拍下回到了自己的座驾前。他从裤兜里掏出车钥匙解锁车门，伸手打开驾驶室车门后果断坐了进去。等到他将门关上，助理小哥才终于结束了拍摄，坐进副驾位。